郝局长，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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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您就是传说中的郝局长？不，我是郝万忠，但不是传说中的，您就是高阳妹妹单位的老板吧？哎，正是比。哎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。哎，您坐，您坐，好好好，坐，来坐。哎，您别动。哎呀，嗯，喂，小梅，啊，你放心吧，啊，你把心放肚子里吧。方圆，二目有神，双眉带彩。这相您不知道吧？这是吉人自有天相，大富大贵之相啊！你是说我？这房间不就局长尊驾您一位吗？哦，这个，原来您是来给我看相。要不我给您看看风水吧？我还会看风水啊！别动，别动啊！行，啊，不跟你说了啊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您这房间格局不错啊，单位安排的吗？哎呦，您看这东西啊，摆错地方哦，正好卡在您的腰眼上，破了风水，你得挪呀。哦，那这个我应该给它挪到哪儿去呢？你这个东西，自然得放在它该放的位置啊，是吧？装该装的东西。哦，明白了，回头给它放到财务室里。哎，不是，正好局里的经费呢，也都能放进去啊。不是，郝局长，哎，成。啊，记住了。哎呀呀呀呀，这么多书啊！您如今身在高位，还不忘学习传统文化，这样的人不多了。哎，我这人就是爱看书，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。那是啊，哎，看样子郝局长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颇有研究吧？啊，哪里哪里，我这正好啊，给您带来一本古书。哟，来您看看啊。哟，战国策，好书啊，看看。哎，看看。生产药材的，但是现在他就有一些人，他诬告我们生产假药，就连我们的生产厂长都被逮到公安局去了，现在还在看守所呢。所以我想，你这本书够重的啊。哎，不重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给您特别准备了一个书签，有了这个书签啊，你就可以翻来翻去啊，就更方便了。哦，你这书签也够重的。哎呀，哪里，不成敬意啊，就是表达一点我的意思。还望局长高抬贵手啊，把这个德才兼备的生产厂长还给社会吧。啊，你的这个书还有这个书签都挺特别的。特别的才配得上与众不同的读书的您嘛。哎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您。那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啊还真是特别的不好办啊。那本来是啊。那这样说吧，啊，如果您的这个厂长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肯定会尽快还他一个清白，但是他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觉得他还是应该积极主动的向我们公安机关把问题都交代清楚。但您这份特殊的礼品呢，我还真不是特别的喜欢，因为你是高阳妹妹公司的老板，所以我也就不对你特别的客气了啊，请你拿回去。郝局长还真是传说中那种人啊。我可能是比你虚长两岁，你得叫我一声哥了。哎哎，告诉你，哥真的不是一个传说。做人做事不正气，不仅不尊重别人，更是不尊重自己。这是万忠生前常跟战友们说的一句话，而为这简单的一句话，他要比侦破一件案子付出更多。
更多的精力。哟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一个小时前有个快递公司小伙着急，我就给你签收了。你老爱帮我干这事儿，不客气。象棋啊！哎，什么象棋？中国象棋！你看你眼珠子瞪得跟……我问你这是什么做的？木头啊！哎呦喂，你这脑袋都快成木头脑袋了！嗯，你看看，你闻闻，使劲闻。什么？什么味儿？挺好啊。这木是什么木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这方面还有点常识啊。这个叫小叶紫檀。哎，这过去只有皇上才用得起紫檀，紫檀就这个。哦，我在那个鉴宝栏目里看过，这玩意儿比黄金还贵呢。嗯。多少钱呢？这一副少要少要也得跟你要几万。你买这个？什么我买的？这根本就不是我买得起吗？这我谁送的？送的啊？啊？也没个条什么的啊？谁呀？喂，你好，谁呀？这老官儿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。象棋收到了吧？还喜欢吗？哎呦，二雕啊！哎，这棋是你送我的啊？你怎么知道我爱下象棋啊？前一段啊，我去你们家了，看了看我的老朋友，说起来，听说你喜欢下象棋，别多心，起点小意思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说啊。这象棋我可不能收，太贵重了。不就是一副象棋吗？表达一下朋友间的感情。你要是太客气了，可不太好吧？听笑纳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真的不行。哎，到时候你得拿走啊，这不行。喂，喂，哎，你就老给我惹事儿吧。哼，这怎么办呢？我给你签收的。人家这可是将了咱们一军啊！你刚才签收的时候，不是好多人都看见了？啊，啊！我现在油嘴都说不清楚，怎么办？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！怎么办呢？你倒是想个办法呀！王天眼送我这个紫檀象棋。就是想拉关系走后门，通过贿赂把我拉下水，哼，没那么容易。是啊，全局上下这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，贿赂咱已经收了。既然他想送，咱就让他送，多多益善，我还就来者不拒了。我啊，哼。喂，王总啊，是我。还就喜欢个什么酸汁儿啊、黄花梨呀、啊、紫檀什么的这些东西，不过一副少了点啊。要是能带有个10副20副的，明白明白，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好好好，哎哎，还有，别往公安局这送，这儿人多眼杂的，不方便。那你觉得寄到什么地方好啊？等我想想，我再告诉你啊。哎，好东西啊！哎，好东西。你就学会吧，你就。
哎，贝，我交代的事情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哎，不能让别人看出你是景嫂啊。好吧，我先过去。好。哎，怎么样？记着我请来了，摄像机都带来了。哎，算你将功补过啊。王天野什么时候到？里边请。哎呀，王总，哎，感谢感谢啊，太感谢你了，快送了这么多。哎呦，就这件事儿啊，你也太不了解我了。我这人是低调做人，高调做事儿。这一贯是我。你看今天都来了，都准备好了，你给大家讲两句好吗？对对对对，王总讲两句，来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。 好，王天野先生。主持人好。作为知名企业家，您总是积极参与社会各界的慈善捐助，成为了全市的楷模。这次您给我们敬老院捐助了20幅象棋，而且全都是紫檀木的。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？这个捐助社会各界，尤其是敬老院，是我们企业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 您这次捐助的物品非常特别啊，为什么您捐助的象棋全部都是紫檀木的呢？据说在古代，紫檀木可是被称为帝王之木啊。敬老院的老人们，大多数都经历过水深火热、吃不饱穿不暖的旧社会，我们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。我今天之所以捐助20幅紫檀木的象棋。 就是要让这些可敬的老人们，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充分享受到帝王般的生活待遇，啊！谢谢王总捐赠的紫檀木象棋。我们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我之所以要给。 老年人捐助这20幅紫檀象棋，就是要这些可敬的老人们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充分享受到帝王般的生活。你行了，哎，郝爵，你们都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这是知道了，还装？本来想将咱们一军。 没想到让咱们反将了一军，厉害！不是一般战士，有空杀一盘啊，王总。 在这儿干嘛呢？您刚才叫我过来，说有事儿吩咐我。我什么时候叫你了？你打电话叫的。我什么时候打电话了呀？就3分钟前啊。打什么电话？出去！哦。可惜了我那20幅象棋呀！哎呀，还都是。 是郝局吗？啊，谁呀？我二嘎呀，我是能听不出来了。咱可是小学同学啊。哎呀，二嘎呀，哎，你怎么有我电话？我从通讯录找的呀，这还不简单？哎，听说你现在升官了？哎，当官局长了，牛啊！哎呀，升什么官啊？他们瞎吹呢。我早就说了，咱们同学里头就你最厉害。哎，有时间吗？ 出来吃个饭啊！我现在开了个棋牌室，你也过来入一股，咱哥几个一块发财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，二嘎你？你知道我从小就对做生意我就不感兴趣，你就入一干股。哎，就是那个平时要是有什么事儿啊，
你就帮我给铲平了就行了。说真的啊，中午有没有时间啊？出来咱们好好聊聊。哎呀不行啊，二哥，我现在在北京呢，我在北京开会呢。哎，在北京？你是不是又去那儿镀金去了？做提升了吧？哎，不是不是，什么镀金？不行，那个谁谁谁，哎，好嘞，来来来了，我得开会了，我开会了，不说了，挂了挂了。哎，跑这儿来了，这多好的天气啊！让我想起了不少事儿啊。嗯，陪你待会儿。嗯嗯。可我看你这心情怎么有点不太好啊？嗯啊。看着。嗯，你说说，看我能不能帮你排解排解。我的事儿啊，您管不了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就一定要请客送礼吃饭吗？要不这样的话，就办不成事儿。嗯，有人给你送礼托情了。哎，这可是当官的一大好处，这就叫权力寻租。有了权就有了利，有权可以以权谋私，是吧？哎，还可以买官卖官。嗯，这是绝对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嗯，别，我胆小，我呀是没权买官，我也没有权利卖官，对吧？我得到我自己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儿，不经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位置，我坐着不踏实啊。那就做一个好警察，做一个好官吧。是，我一直看好你，啊，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。嗯，不会的。走。哎，你怎么跑回东胜来了？找地儿好好聊聊。干什么呢，万成？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，坐。啊？来，干嘛呀？嗯。哎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啊！哎，你看，嗯，这是一个圈儿，然后在他手上一绕两绕，然后我现在能把这根头从这里头穿过去，你信不信？怎么信？看着啊。一二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没事儿，我没有什么事儿。不过也有点事儿，小事儿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不在这儿住，到别的小区去租个房子？你怎么想的？这不住得好好的吗？这儿离佳瑞的学校又近，搬哪儿去啊你？城乡结合部那个明天小区我都看过了，不错，挺好的，价格也不高，咱俩的工资也能够承受得起。搬那么远？嗯，那离佳瑞的学校就远了，他上学还得坐公交车，我上班也不方便啊。都考虑了吗你？我考虑过了。你看咱们这个地方是公安局的宿舍，人人都知道，对面就是东方一品，多好找的一个地方。刚才你不在家的时候，又有人提着东西来敲门来了，你说多讨厌。你是想躲着那些送礼的人？嗯。那你既然都决定了，咱就搬呗。那么好啊！待会儿咱们就订个搬家公司的车，然后把你的衣服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给收拾一下，把我的书也收拾一下。明天嘁哩咔嚓的咱们就搬。哎，我再给你变个魔术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一根绳子，把它呢绕在脖子上，哎，圈两圈，然后再绕一圈，然后再你看，怎么了？你抢绳子没用，你得看魔术。
来，老徐。嗯。市局刘处长来了，说找你有事儿。现在。对。好，我马上过去吧。哎。你看。那你走吧，强留你搬家，你也不安心，赶紧去吧。不是我要诚心逃避劳动啊，这我不是。快去吧，爸爸。哎，师傅辛苦了啊，嗯，慢点啊。爸爸，爸爸。哎，拜拜。走，佳瑞。我扶你到沙发上坐吧。慢点。喂。哎，佳瑞，给妈妈接个电话啊。我妈腰扭了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。不是，不是怎么扭的呀？严不严重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不严重，我妈说不用你担心。你这样，你告诉妈妈啊。待会儿爸爸要开个会，然后路过家里呢，买点膏药去给他送过去啊。妈，我爸说要给你送药，你说用吗？不用了，你爸那么忙，别让他来回折腾了。你说妈妈挺得住。哦，我妈说的不用了。我不行，你别管了，待会儿我给送过去啊。嗯，我爸说了，他一定要回来给你送膏药。浩姐，您找我。哎，这儿。哎。待会儿咱们要去开会嘛，啊，路上找家药店买点膏药给你嫂子送过去啊。嫂子怎么了？哎，就是刚才搬家的时候腰可能是抻了一下，应该是问题不大吧。局长，您搬家了啊？那您怎么不早说一声啊？我也好叫上兄弟们过去帮忙啊。我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我住哪儿了。哦，明白。干公安的得罪的犯罪分子太多了，是得提防着点儿。这是一方面。第二就是，自从我坐了这个位置之后，好多人都想知道我住哪儿，然后就拎着东西啊什么的去，这我特讨厌。我明白。别人问你，你也不能说啊。行，我保证不说。嗯，那我在楼下等您。啊，行。哎。这儿啊，在这儿等我啊。好嘞，嗯，我等您。妈妈，喝水。心烫，谢谢佳瑞。哎，妈妈，这个放哪儿？先放那儿吧。哦，太沉了。是你爸爸回来了？应该是爸爸。爸。哎，宝贝儿，妈妈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你这是，要不要紧？要不要上医院看看你？没事，这都老毛病了，没关系。你说你搬什么东西，抻着了吧？哎呦，你可不能倒下，你一倒下呀，咱们这个家就垮了啊！我知道，你不是去开会吗？时间来得及吗？哎，你别管我了，来，给你买了点膏药，哎，挺好的，待会儿贴上啊。嗯，其实有佳瑞在，你不用特意赶回来，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刚才给我倒水，会照顾人了。佳瑞，嗯，来。什么事？嗯，好儿子，又会照顾妈妈了啊！爸爸给个奖励。嗯，
手机，谢谢爸爸。上学的时候把它带在身边。不过爸爸，老师不让我们学生带手机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学校是有这个规定。这样，咱们把它带在身上不用，下课离开学校以后再开机，主要是给妈妈报个平安啊。哦，爸爸真聪明，就按您说的办。谢谢爸爸。卡已经配好了，充电器晚上给你带回来啊。去吧去吧，收你东西。哎呦，别在这坐着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进屋休息，我把膏药给你贴上啊。慢点，哎，哎呦，慢点慢点。你说说你是搬什么东西？下，等着我回来嘛。你好。哎，是郑师傅吗？哦，我是。我想问问那个郝局长他家住哪儿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我只是郝局长的司机，我哪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啊？再说了，郝局长交代了，不许透露他家住在什么地方。哎呀，这郝局长也太不近人情了呀。我觉得郝局长人挺好的。李强，又一个。这些天老有人打我电话问您具体住哪儿，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。你告诉他们了？局长都有言在先了，我怎么敢告诉他们呢？再说了，您根本没让我靠近您的新居啊，我怎么知道您具体住哪儿？其实我也不是避讳你，你别在意啊。嗨，你做得对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说的不说，不该看的咱不看。好，放心吧，走吧。郝局长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找我。啊，我这刚来，人还没认全呢。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姓叶。哦，小叶啊。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。哎，小叶，进进进。啊，随便坐啊。好。喝茶吗？哎，不可不可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。局长，我是局里的临时工。哦，复员军人。嘿。像我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局有6个。他们派我为代表，来找您。什么事儿说？是这样，我们在局里干了都快10年了。嗯，最强的大老王干了18年了。哦，一直都没有转正。我们每次找局领导谈转正的事情，听到的总是相同的话。那原来的局长们都怎么说？第一任局长说。只要你们好好干，转正不是问题。第二任局长说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转正的问题没问题。第三任局长说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转正的问题那是时间问题。第四任局长说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不，您就是第四任局长。哦，我是第四任。对对对。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小爷。我先问你啊，咱们这个人事政策有没有这方面的先例呢？跟我们一块分到别的局的同志早就转正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看我这也是刚到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一大堆事弄得我头都快发热了。现在有这么几个问题哈，没有问题的问题，不是问题的问题，还有时间问题的问题，这三个问题。局长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不，这三个问题是一个。不，你理解的问题跟我理解的问题咱们现在还不是一个问题。不，局长，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啊，不是问题的问题，没有问题的问题和时间问题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哥几个转正的问题。你说对了，这个问题你理解的比我透彻，你是对的。你是对的。小叶，就你们的资料和履历咱们人事科都有吗？都有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哎，局长，这是我们10年来的工作表现情况。您看看。好嘞好嘞好嘞。看来这是个得解决的问题。行，去忙吧。走了，局长。小叶。回来了，快快快！
哎，怎么样啊？快说，郝局怎么说呀？说说啊。郝局长说了，只要咱们好好干，这转正啊，就是个时间问题。哎，哼，又是打官腔，前几任局长都这么说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不过，我觉得这郝局长不像在敷衍我们，这还不是明显的打官腔。哎，看来还得送礼。你说这礼轻了吧，人家还看不上。送礼？往哪送？往他办公室啊？这回我可不去啊！你们谁敢去？你们谁去？小叶，不是往他办公室，是送他们家里。那送什么呀？送房子？送车？咱送得起吗？咱？哎，咱们呀，还是要投其所好。郝局长喜欢什么，咱们就送什么呗。那郝局长喜欢什么呀？嗨，咱不都是干侦查的吗？大家一会儿想想，谁跟郝局长走得近，天天跟着郝局长，还有，咱们都认识他。哎，司机班小郑。哎，卢科长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局里的几个临时工，他们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转正呢？哦，杰爷他们找你了吧？对对对，他们说前三任局长都没有办成这个事儿，我也不知道卡在哪儿了。主要是卡在编制问题。哦。现在这些临时工是我们局里聘人的。嗯嗯。他们不享受国家的正式编制，而他们要求的是国家的编制，这非常难。前几任局长不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实在是很多事，我们本局说了不算呢。明白明白明白。可是他们做了挺长时间的了。而且一直做得还不错，嗯，我觉得咱们能不能考虑一个什么折中的方法？咱们做领导干部的就是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，而且人家做得这么好，咱们也得对得起人家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这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。好，那拜托你了，抓紧办。好的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我还有事儿呢，我说了。坐下，坐下，干。你们几个什么意思？老人家，什么夜沏的好茶？过去了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是怎么？今天我就成老人家了？啊？说吧，是不是向我打听郝局长的兴趣爱好、家庭住址，想着给郝局长送礼呢？哎呀，这一看就是大领导的司机，对这事儿门清啊！那用说，局长啊，早就料到要有人给他送礼了，所以呢，把原来的房子退了。换了套城郊结合部的住房，在哪儿啊？啊，哪个小区？对啊，在。想知道？啊，想知道？哎，想知道？啊，无可奉告。哎呀，坐坐坐坐。我说兄弟，我们哥几个的转正大业就在此一举。是啊，你帮个忙。郝局长啊，他爱吃什么，爱喝什么？啊，说了，无可奉告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怎么总是这些外交辞令啊？咱不都兄弟吗？就是，这都是郝局长交代我的，所以啊。你们不要想从我这儿捞到一点情报啊！走了啊！哎，这我，这怎么办？这小子一点也不配合呀！这下只能靠自己了，靠自己！哼，咱们仨有什么办法？侦查呀，咱不就干这个的吗？他不就是局长司机吗？咱就跟着他，他到哪儿，咱们就到哪儿。我就不信还找不着郝局长他家。嗯。就这么办，郝局长。哎，走了，走。送礼，好办吗？没问题。
我在外边，办点事儿。明白，明白，好，马上过来。队长让我赶紧回去。哎，接他儿子就全靠你了。你们这帮人呐，太不靠谱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要不咱们转不了正呢。嗨，哎，快走，快走。小叶，辛苦啊！走了，没事没事，啊，赶紧走吧，拜拜。是不是郝局长？对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是你爸爸的同事，来送你回家的。不用，我自己坐公车回家。坐公交车多没意思，叔叔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哎，你不是找我爸吗？我爸在公安局里工作，你上那儿找他去啊？不找你爸爸，我找你不行吗？找我？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想找你啊，问点情况。我这没情况。佳瑞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等等我。喂，佳瑞。爸，我被人跟踪了。你被谁跟踪了？他说是你单位的，而且还说要送我回家。他为什么不去找您呢？佳瑞，你听着。你现在不能慌，你把他甩掉。我甩不掉啊！我甩不掉啊！你听我说啊，做一个好的侦查员，有几个方法可以甩掉尾巴。第一，你可以在公共汽车站等车，车马上要关门的时候，你赶紧上车，或者在车到站你突然下车。第二，好，行了行了，我看见车站了，一会儿家里见啊。师傅，麻烦开一下门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做一个好的侦查员，有几个方法可以甩掉尾巴。车到站的时候，你突然下车。
怎么走啊？啊，那可远了，那边啊一直往前走，走到头再往右，知道了吗？哦，谢谢您啊。哎，小心车啊。这条路可是真漂亮，佳佳饭店生意都这么好，哪天咱们到这儿手把肉。哎，浩爵，嗯，你把我放在前面的十字路口吧，没多远了，我溜达两步就到了。把你送回家了。不用，小赵，前面十字路口停一下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浩爵，你看那孩子那么像佳瑞啊。嗯，不会吧，佳瑞这个时候应该到家了，不会不会。